這個遊戲叫做這本桌遊，目標呢就是要所有玩家合作咁樣將手頭上嘅數字牌打出嚟，盡可能咁將佢由一排到去99，又或者由100排翻落去2嗰度嘅。每個玩家的手牌數目呢依個人數而定，例如在3至5人遊戲每個人就會有6張手牌啦。在你的回合的時候呢，你可以選擇出2張或者更多的牌，例如我可以出9啦，然後13、15、92可以放在這裡。好，當我認為我已經出了我想出的牌之後呢，我就會補回手牌，出了多少張就會補回多少張，然後呢就會到下一個玩家去打出他的手牌。由1去到99的這張牌旁邊呢，代表你打出的牌只能夠越來越大，而100去到2的這兩張牌旁邊呢，打出的牌只能夠越來越小，例如是這樣。而這兩張牌其實都會開放給玩家去打在旁邊的。當玩了一段時間之後，發現這裡呢數字是會越來越大，而這邊呢數字就會越來越小，我們還有一些牌會卡住在中間，那裡可能出不到的。這個時候呢，我們有一個叫做退手的辦法，這個遊戲呢容許我們可以把距離是10的數字的牌出來的，在1至99這張牌旁邊呢，我們可以打出比它剛剛好小10的牌，例如這裡我們可以打88去覆蓋98，而這邊呢我們可以打出21又或者是29的，這樣的話呢就可以令到它有退手的空間了。記住在遊戲的過程裡面呢，我們是不可以直接告訴人知我們手牌的數字是什麼，但是呢就可以用其他的方法去提示其他玩家的。當去到某一個回合，有一個玩家是不能夠打出限制最少的2張手牌的時候呢，就會被視為遊戲結束，那我們就會開始計算手上面我們有的手牌和牌庫剩下的牌，假如總數是少過10的話，那都是非常之厲害的啦，恭喜你們啊。